毕竟这个有延迟。Hello， 大家，我们快闪到洛杉矶了。我买一个这个，你买一个洋葱的。在意大利买了这些小点心，超级可爱。动手吧。提拉米苏怎么样？提拉米苏超好吃。好吃。吃吧。锅巴汤饭，10点钟的 LA， 还有这么多人。Later， 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啦，是在迪士尼附近的一个 Hyatt Regency， 然后是一个非常简单便宜的房间，因为明天一整天都在迪士尼，就不需要住特别 fancy 的酒店。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进门就是一个洗手间，然后淋浴，然后就是房间啦。明天迪士尼见。就是我们的房间啦，那给了那个 welcoming speech， 还有我的气球。到晚上了，啥都也没有。左边就是洗手间啦，一个马桶间，这边是淋浴，给了那个漱口水的便签，擦鞋的，这是浴帽，哦，梳子，针线包，身体乳，这边所有的护肤的好像都是菲拉格慕的，洗发水、护发素和沐浴露，浴缸。有个 shower caddy， 还给了一支玫瑰。这边还有那个搓澡的丝瓜球、浴盐、肥皂、吹风机是 Dyson， 对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项。这样的话，头发就可以吹得很快，然后还挺柔顺的。这边一个小水吧，这里吧台，一个小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一个 Nespresso 的咖啡机，哈哈，果然是给了胶囊。这里面有胶囊。是他给我们送过来的行李，整理的超级好，还把我衣服挂起来了。拖鞋，两双。这一个保险箱，下面就是两个拔鞋器和鞋刷，就是我们的床了。一个好酒店还要看床头柜。当当当当，他给了两个 USB， 然后两个插口，并且他的抽屉设计是这里有。凹下去一块，所以你即使这样关上，它这个地方也不会夹住。叮，房间就是这样子啦。Alexa， turn off the lights。OK。Tomorrow。Alexa， open the drapes。OK。Alexa， open the shears。景超棒的，我们来去外面看一下。是全部的 room tour 啦，希望大家喜欢。这个酒店如果用 Hilton 那张卡的 free night 换，还是挺划算的。
是这个等级这个 free night 能换到在美国最好的酒店啦。哇，这个 room tour 有所帮助。外面还挺吵的，我不知道这段收音怎么样。在 LA 好好的玩一下。The next day。然后自己摆盘。Lobster roll， 蘸一下它的酱。我第一次在美国的沙拉里吃到金针菇。吃饱了吗？越吃越困，越吃越沉。要睡着了？早上的咖啡白喝了吗？等下再去喝一个。最后一个甜点啊，就是完全吃不下了，然后剩下的打包带走，不要浪费。他应该给一个冰淇淋的。好吃吗？巧克力。超级浓郁。很大的巧克力的味道。你不要学郭杰瑞好吗？我们把甜点和剩下的 pastry 全部都打包了。给这个 sunscreen。 我以前有过一副克尔，然后在巴塞罗那看街边表演的时候被偷了。一模一样的吗？跟着
咱去海鲜大排档，是那个烧烤的海鲜。这个地方我感觉只有韩国人，我们是唯一一桌中国人。然后这地方叫江波东。江波东。好吃吗？一点沙子都没有啊。哦，它是海鲜汤，特别的好喝。全场最佳，一定要吃。结果多吃了，一定要吃这个面。哇塞！刚刚那个是土豆，我们要来开盲盒，是不是？红薯，好像是。LAD 最后一天，这地方超级初级。我们来吃这个什么桑东档，我们点好菜啦，然后点完菜就在这里等。这家是卖鸡汤面的，也超级长的队。好吃吗？你是饿了吧？真的好吃，不知道传说中最好吃的 kimchi。Enjoy. 二嫂，超级入味。蘸一下汤。这个人已经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好。在。超级好吃！现在我来，先来个拉丝。这是一个土豆。刚吃过一块小的，薄的就很好吃。是我们所有的骨头，我已经把这里所有的肉都剪下来了，然后打包，感觉还有一顿的量。什么感觉？来采访一下。我感觉你快睡着了。打包了这么大一盒回家。